不，我想好了，不要，我世界杯我去看一眼，不要急哈。世界杯这嗯，次有哪些队？我不能凭着印象来选的呀。对啊，我看你看现分在组说了呀。四个队，你还有两个队没不说。要慌，我来看一眼，先你先 OB 一下。好了，我来看一眼，不要急啊，你们。我先看一眼。意大利连世界杯都没进，是个菜鸡队。好了，我心里有谱了。嗯，巴你说。西、德国、法国、西嗯，班牙。对啊，然后呢？妈的，我再看一眼呀，不要急。哈哈哈！你看，刚才就是四个队好吗？哦，对，就是四个啊，没有啊，我没点法国呀，刚才。那点了好吗？西班牙。葡萄牙，乱都点，你是人葡萄吗？牙拿过欧冠的，凭什么没有资格拿这个吗？那你点个伊朗呀？老，我他妈要么是智力有问题，我点伊朗。不，现在我就在想，阿根廷跟比利时，我选谁？这他妈两个队都没有冠军相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个还可以啊，那个，哪个那嘛？个什么克罗地亚还可以啊。哎，你去死吧，你去！瑞典还可以，瑞典。哎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连妈伊布都那没有，伊布干伊布嘛？没去。没去啊？啊，那，你干嘛伪球迷？你他妈点意大利的，你跟我讨论足球，你去死吧！哎，还有一个队还可以，墨西哥还可以。哎，别，大哥，这些都不要跟我废话。你说，老子你妈研究一下，主要我现在要研究一下阿根廷的阵容和比利时的阵容到底谁腿。感谢求老仙奶我分手的一个飞机。阿根廷，你妈带了一波前锋过去，我来看看阿根廷的名单。我靠，你还看名单呢？那么专业。废话，我当然专业了。后卫带了几个？马斯切拉诺，一二马三切四拉诺，五六七个。哎，关键马斯切拉诺就很搞笑，你知道吗？一二三，阿根廷，比利时不行，比利时你妈的前锋太多了。哼，恐怕你呢。孔巴尼伤了。比利时的名单腿的一憋，一共就五个后卫，好，那就还一四个个。带，还一个受伤的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不可能的！我告诉你们，比利时不可能哎，夺冠。火车，操作很好。哎，你们相信我，必然在这六支球队里面产生。那如果妈的不在这六支球队里产生冠军呢？他妈的，那你是不是跟我一起赌？废话，你们我跟我关我什么事情？我又不懂足球的了，那你妈就的给老子球白。闭嘴！你他妈的，哎，你是不敢，敢都不敢当嘛？你不要，你他妈你不赌，你就跟老子闭嘴。要不我们两个赌，我不要，一赔五，我不要，你们不敢就算了，老子不懂足球，不懂就跟我闭嘴，怂，一赔五你都不敢上，那我为什么要上？哼，英格兰，这样，你再看不应该，你就是说英格兰能够打到什么成绩？英格兰八强就走了，就到顶了。那如果英格兰打进四强呢？甚至一赔十，看你妈，你太他妈看不起英格兰了！我操，一赔十，你敢不敢来嘛？老子跟你赌十吨妓院！算了，妈的，我不懂足球。妈不做评论，这种你妈的，这种没什么意思，我操！
哎，不，这个妈的，我不懂的呀，我靠！不懂就闭嘴啊！不要说一赔二十，一赔二十，你妈脑子有毛病？一赔二十跟你赌夺冠呢？你妈世界杯赔率，英格兰夺冠都没一赔二十，你要不要脸啊你？算了算了。妈的，哎，我接了，你妈的，你们在那边看戏，我靠，你们敢不敢跟黄一东赌啊？好了，先投一船币，每天叫我赌，我靠。家里面，哎呦，切了个盲点，看到了，刚好看到。狗回家，问题不大，拉一下农民。这船币无所谓，抓不到东西，别这样。一两个农民吧。